了动静，那咋办呀？掩护他！完了！我去，没办法给你们养老送终了。闭嘴！人都得死，真鬼子别了。出去掩护他！好。跑了，别西班牙也跑了，台湾也跑了。八哥，带一队人，把他们给我追回来。人、胶卷我都要。另外，抓住谭小姐，就地处决。嗨，好，等一下，把他也给我活着带回来。嗨，八哥。兄弟们，一会儿你们往西南跑，那边的鬼子防守薄弱，快去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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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住，好，住，好，去，别墨迹了，快走！哎，等等，那个少校还没上来呢。对呀、啊，雷子，哎，你们现在按那走，我去接应少校，一会儿在老垭口会合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五二三七，你有你自己的使命，老魏，他吉人自有天相。你返回去凶多吉少，我承诺过要带你们一起走，我不能食言。那哥，我跟你回去。行了，把枪给我，没有时间了，服从命。那哥，我替笑笑先谢谢你啊，但是你们不能死，都得活着呀、啊、你要再不闭嘴我就摔死你。快走吧，铁雷，快走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走，你醒了，安娜。哎，放下。哎，怎么样？是哪儿啊？别管哪儿了，赶紧走吧。五二三七呢？哎呀，别说我，五二三七过救你啊！哎呀，大壮哥，跟小姑娘说话小点声，温柔点。滚蛋！哎呀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走。哎，小心。五二三七，快走！打我。是够呛了。
见面了。安娜，你这样瞎跑会把鬼子引来的。什么叫瞎跑啊？这东西比我命还重要呢。哎呦，这什么东西比命还重要？别抢我东西。行了，你这么小气干嘛？你的命都是我们大家伙救的，是不是？打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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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趴下！别别！安娜，趴下，趴下！你看你，要是你瞎跑，你自己不会追到我们。你懂什么呀？你好歹，丫头，姑奶奶们，这是吵架的地儿吗？子弹不长眼呐！三个打平了，我四个。谢了啊，我是三七双修，都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我是三七，你以后出手感觉能不能轻点啊？铁雷，到，把几件鬼子皮补充好弹药。是。大佬，什么情况？我们追击的部队跟他们遭遇了，全军阵亡，他们的人也不知了去向。八嘎，通知附近的部队封锁这个区域，把地图拿来。在哪个区域遭遇的？这个位置，马亚可西南。是，我们遭遇的地方就是这个位置。这三个方向都有我们的哨枪，只有黑虎沟方向是个空档。冈本，在，带着部队堵住黑虎沟这个漏洞。嗨，巴格亚路。